逞強本來是男人的本能，但自從1792年由 Mary Wollstonecraft 提倡的女權主義抬頭，和1999年由張家輝唱出的《女孩心事誰又猜得透》的歌曲冒起，女人不再甘於自己處於弱勢的位置，她們只好被迫逞強。嗱，話口未完。你都唔識打，不如俾翻我自己打。你打輸醒我啊！都話識咯。我打得最快，我拎牌先。誒，扎色先啊 ，B B。一時唔記得咗啫。係嘅，係。13。邊個係13啫？13係自己啊 ，B B。我知啊。冷靜啲啦！咁多嘢講嘅，我發覺你真係好多地，砰砰！哎呀，爭曬添！嚇，依家鬥快爭嘅咩？係啊，睇錯添。佢打咗成晚仗唔攰㗎，轉數慢少少啫，多事。係嘅。係，仲唔快拎完眼嘢？一陣搞到我輸啊，屈我唔識打啦喎！你慳啲啦！我領工先，我買咗而家日本好 hit 嗰支8級冰涼感嘅諾敦斯冰爽抗皮潤眼液俾你啊，乖唔乖巧啊我？乖。乖咩啫乖？你又乖。女人說自己打牌勁就等於男人說自己腰力好一樣，是人都知道你們不行的。他幫你打牌最多都是輸你1000多百，到他下到車牌你就變蘇察哈爾察。 BB 嗱，趕到啲路又窄車又多，你又啱啱考牌，會前處理又不看人又不望喎，楊氏仲衝住去添，不如我幫你揸。你估你唔係咁嘅死人怨氣，我就唔知你串緊我咩？看看前面先 ，B B， 前面有架死车打死火灯啊！嗱，使唔使一样劈力？使唔使劈力？劈力我 B， 静啦！劈力 B B， 劈力喎！劈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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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嗌乜嘢？嗌乜嘢？咁都撞埋嚟嘅？盲嘅咩？喂，唔好意思，真系唔好意思。不過佢唔係盲噶，佢拍鴨脷洲考啊，真係冇錢。嚇鴨脷洲，唉，當我唔啱啦，大家黑仔，兩條嘢算啦。喂，好心有報，好心有報，即刻拎錢。喂，好心有報，即刻拎錢，即刻拎銀包，即刻。B B， 唉，對唔住啊，我精氣神唔夠，唔應該揸車噶。唉，你識諗就好啦。唔買。我滴一滴諾敦斯就冇嘢噶啦。呢支嘢抗疲勞啊，8級冰爽，滴完即刻醒神曬噶，揸幾耐都唔攰啦。咁 high 咩？我又滴冰爽啊，好冰爽啊，我从来未试过咁冰爽嘅润眼液噶，我好耐都未试过呢种咁冲击嘅感觉。诺敦斯冰爽抗皮润眼液嘅冰凉刺激爽到我睁唔开眼，但正正就系呢种顶唔紧嘅快感，令人欲罢不能。点解？我架车俾你撞烂咗算，我架车俾你撞烂咗都仲要赔两条嘢俾人。都算了，钱财身外物，但是为什么连游水都要逞强呢？会死的。爹爹，你又说会游水的？我会啊。那游吧，就游着吧，游去对面吧，至少50米才叫会吧，是吧？咁远点游啊？咁你又话识游水？我系识游水啊，但游唔到咁远啫嘛。咁你咪真系唔识游水咯？你计划我啫，好啦，你游到50米好劲啦，全世界最劲啦，真系超劲爆啦，得未啊？唔系劲唔劲啊，系识唔识啊嘛？我同我啲 friend 个个都系咁游噶啦，佢都唔会咁样话我嘅。
咗游水。咩事？唔好讲啲晦气嘢啊！你都冇游过。其实唔识咪唔识咯，我哋唔会怪你噶。你老老实实答我，点解要请强先？因为我哋唔想咁假咯，唔通好似扮晒嘢咩都唔识嘅靓妹咁啊？哥哥，我唔识啊，可唔可以教我啊？吓。Really nice. 你究竟想点？你究竟想点？你究竟想点？想试下八级冰极嘅诺敦丝冰爽抗疲润眼液，系咪真系可以瞬间提神？突然嘅冰爽感觉持久滋润，劲刺激，包你上眼，仲特别添加抗疲劳配方，促进眼细胞呼吸同新陈代谢。而家仲系日本 hit 到嚟香港都有得卖啦。OT 牙野开会运输需要专注提神时用，佢就啱晒啦。